米卡成长天地。米卡好宝宝。米卡，见到老师要说什么呢？要问老师好。嗯，米卡真乖。米卡你好。小鹿老师好。嗨，米卡。哎，弟弟。妈妈再见，下午早点来接我。米卡再见。我是米卡，我上幼儿园了。我觉得特别的开心，这是小鹿老师，他会讲很多有趣的故事。这是我的好朋友莉莉，我最喜欢和她一起玩。这是力气最大的洋洋，这是调皮的皮皮，还有豆豆、妞妞、丁丁、乐乐、佳佳、毛毛。小朋友们，幼儿园到了。吃过早饭，小鹿老师拿出两枚奖章。上星期，米卡和莉莉每天都高高兴兴地来上幼儿园，所以这一次的明星宝宝奖章就奖给米卡和莉莉。哇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米卡、莉莉，你们的奖章真神气，我也想要一枚。是啊。我也好想要哦。小朋友们，下个星期如果啊大家都能高高兴兴地来上幼儿园，大家都能得到奖章。哇，太好了。幼儿园。